Hello， 明月小姐，我是大的老卡，摊贩的小抱枕，我是不是就疗愈啊？不是，啊，你哪来啦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人才对啊。想不到你最近哦，常常请假，就是在家。蔡哥，你是在遛明月哦？你刚刚没拜嘛？不是啦，你误会啊。陈公知影我今日要出院，专工来斗三工的。哦，这段时间哦，好佳哉有陈公来斗三工。伊逐工走病医替我照顾明月，佮会送伊花、讲笑话、人伊笑，佮会带阮爸去佚佗呢。初二去耍赛车，行出来耍赛车。又佮要耍赛车啊？啊，你耍袂成啊？无要紧，耍赛车，行出来。爸，我们是电动玩具。哎，阿伯，这是电动玩具啊，这是行车记录器，跟顶个耍的代是同款的。那台里面已经无卡片了，那插卡才能讲话啊。嘣！你玩哪不？无啊，咱是不是去弄着物件？我当然嘛知影，插卡才能摕来做证据啊。阿母讲，迄个纸卡早就互刘家来摕走啊。我有插卡，那插卡哦，插落就用得算啊。开锁，这袂用得插卡，这用投币的啦。无啊，我之前耍电动玩具，拢用这个插落，啊，落用得算的啊，你唔捌啦？开锁啊！啊，你伫个垃圾桶捡到迄个纸卡呢？插卡耍赛车啊？我是讲迄张卡啦。你拢听无？我来讲，迄插卡才用耍赛车。迄张卡你是放伫底啊啦？我要耍赛车。根本是耍赛车呀。